Hello，大家，我是小明。你们看我现在这个笑容，就懂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了。OK，今天是这样子的，因为刚刚我就在这里做的东西，就是在我房间做东西，然后突然间我就收到了 Benny 的电话，然后他就讲，哦，Dixon 他已经是被车撞啊，头破血流这样子啊，然后要我在做这东西的时候跑过去赶去救他，然后当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竟然是一个 prank，而且是 Dixon 的 prank，所以我当下就觉得很无奈，因为我在做这东西嘛，是不是？我电脑就在那边，然后他就做这种事情给我，所以我现在是有点不爽这样子啊，我就是想要报复了，我不能了，你竟然浪费我的油钱，然后还有我的时间，就是为了拍你这一个 content，你这个无谓的恶整的 content，我真的是别搭他，讲真的，所以这一次我就要做高为他。当然我知道 Benny 是配合他，所以 Benny 是无辜的。然后刚好 Benny 就在附近，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干买 Benny，今天一起去做高啊，OK？你用 Benny 来做高我不是，我就用 Benny 做高给你呢。我现在就叫 Benny 来给我干买一起做高你。Dixon，你现在有没有看这影片？谁呀你？我等下跟你讲，这个是熟悉的相机哦，这个不是我的相机吗？这个是我的相机。哦，你的 OK。刚刚就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懂了喽？对。刚刚Dixon prank高我。嗯。我是有点不爽啊，因为刚刚我在这里用着电脑打的字。做的东西很重要的，银行的东西。对。然后他突然就打电话过来，就是你，你就配合他，所以我不怪你，因为他拍摄嘛，content 是他的，我就只能怪他。嗯。所以现在我就很不开心啊。不开心啊？一定是要做高好了咯，你明白啦。来来来，一定帮你一定嘛。我用回他的名言来跟他讲，就是什么，出来走，迟早要还。那个是 Dixon 的名言。对，所以现在你就要还我了。然后刚刚你们也看到了，他在外面那边用着电脑，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干买你今天呢，惹怒告他这个小囝。可是你要确定哦，因为你拍他的，通常拍他的心思。是啊，没有办法哦。没有 view， 有没有 view 不是重点了，现在重点是现在我要做高维他罢了。OK， 是不是？是。所以现在开始，我们就出去搞底嘛。OK。收拾这个烂摊子。OK。可以是。可以是。看到这个是什么吗？看到这个是什么吗？Camera。Camera。怎么突然？你骗了！啊！我头包了，头包了！哇，你打得很爽哎！哇，爽听吗？爽！不过你今天又拍什么？我刚拍完，你现在又要拍什么？你刚刚拍完，所以我才要拍，要不然我都不要拍了。所以又是拍废片。谁比较无聊？谁比较无聊？请问？没有，我那个是街头实验，就是这样。啊。实验啊，干干啊，会干干啊，干啊！我干不出了。死定了的，我跟你讲，你跑不掉的。你要这样对我妹。大家都是这样的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来走，迟早要还。谁的名言？谁的名言？谁的名言？我是我讲的，没有错。所以你要还了，今天就在我这个相机面前。在你相机我要还，对，是不是这样？对，这样你等我破完我的影片先了。你要破影片没？我的影片要出了。这个是什么影片来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影片。哎，你的手拿走开一下。哎呀！要不要我说话？躲起来试试看。喂！干得好！我陆续有来 ，OK？ 我陆续有来。哇！给他砸了的。我先放过他先，等一下他就会很烦了。我跟你讲，他做什么我都要感觉他。OK。要啊。OK， 大家机会来了，他刚刚在这边，然后现在他不在，因为他上去了。然后我就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我要准备一个道具，等一下要做高他的，现在就开始去做。OK。先弄松一点，不要盖紧紧。OK， 等一下你要帮我拍摄。OK， 因为我怕他会起疑心。OK， 所以你等一下要躲在一个角落帮我拍。OK， 刚刚我看到他下来了，所以等一下你帮我抓机。嗯，我
我佳佳在那边唱歌。OK。诶，那个 Jackson Wang 呢 ？Jackson Wang 的是什么歌啊？那个最新，最近出的那王杰的。最近出啊 ？Bullet in the Heart。Bullet to the Heart，Bullet to the Heart 是吗？哇。OK， 我觉得我大概 OK 了，所以是 Bullet to the Heart， Bullet to the Heart， 我只会唱这一句吧。我也是会唱这一句吧。来，你唱看。Bullet to the Heart， Bullet to the Heart。要玩你。妈的，你弄我不用紧要弄到我电话。成功了 ，baby， 成功了。啊，我不喝了，有你，为什么这个水黏黏的？因为是甜的，我加了100毫升。洗的吗？每次玩玩具。妈，弄我整身天天这样，现在像什么？妈，你刚刚也是在停车场做客，油费不用给。没有吗？那个不能这样讲吗？不能这样讲吗？可以啊。可以这样讲吗？那你可以这样讲。我现在没有弄到你全身，你先给我全身。我又要去办礼表，我要去办表。你有去 event？ 我等下要出去 event。Sorry 哦。人家的生日。Sorry 哦。现在我就要去换了。去换啊。81分了！哇，好死好死！你看，甜甜好吗？我机智啊，我哇，他就机智哦，他先做我，然后他叫我机智，不合理吗？这件事情，他先做我，然后我现在做回他，他叫我机智哦。那降小气了没？降小气了没？不用紧，我还有下一波了。OK， 刚刚他讲什么？刚刚讲还要去做什么？去一边。然后他现在还要去换衣服。对。这样你觉得还会不会冲来凉？肯定会。因为黏黏了啊，身体。我们去搏一下，因为上次有一次就是他冲凉，然后他其实他们全部没有锁，然后他冲凉的那个房呢，他门是开的，因为在通风，然后他的房间又没有锁哦，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最后一次我进去以后就很尴尬，因为他门开着，然后我就看到他的裸体 ，OK。所以这次我觉得我可以搏一下。可以，可以。所以等一下他冲凉了嘛，干净了嘛。我想要有一个 plan， 就是我觉得我要再做肮脏他身体，给他那些东西比较难去除的污垢。你觉得？我们外面有那个吗？哪一个？有泥土啊。外面有泥土啊。Yeah， 泥土搅水一下。可以哦。泥土搅水一下，然后。就好像，然后等一下我们跟他讲是龙骨水。嗯。嗯，可以。我觉得我们先准备那个水先，然后过再上去看。可以。哎，哎，小斌，哟，哈哈哈哈哈哈！想不想再进去？啊，先抽烟，你生了，不要每天抽烟。哈哈哈哈哈！好像没抽烟。真的？啊。哦，我今天那烟灰倒一点进去。烟灰啊？对。我操！哈哈。OK。这个杯不可以用了，这个杯真的不可以用。不能用了喂。坐高我，怎样打爆我车筋？哇！慢慢等啊你，出来出来喊，一定会还还的。OK， 所以哇，真的西北格力啊，这个真的伟大。哎，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保留先，我们不要拿这个倒下去，因为它冲这样嘛。如果这个倒下去就很浪费了，它可以直接冲掉。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过后等时机再用。OK， 可以。先放这先。他不懂我们有这个道具的。Okay. 所以我们就现在上去 book 看他有没有在冲凉。先拿锁匙先拿回。给水。Let's go， let's go。先听声音先。喂。我刚刚只是想要听声音，然后我就进，进了就可以了。他在冲凉，他真的在冲凉，他真的在冲凉。
有没有？我相信很多观众想要看到他裸体的，所以现在已经看到了。你们爽了没有？啊，爽了没有 ？OK。所以现在我觉得，我有一个 idea， 因为我没有这样沾水。等一下冲完凉了，他一定要穿新衣服。然后刚刚想要去医院，我猜他应该会穿比较正式的衣服。所以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奥迪哦，可以激怒他了。就是把这个水倒在他的那个衣服。哇，这个故意我的。故意哦。故意哦。我觉得他会被激怒啊，他应该很生气啊。应该。因为刚刚我就是做一系列东西的时候，他有一点不爽。虽然讲你们看到的他是笑着的啦，可是在现场啊，我看到我感受到的是他有点生气了，所以加上这一个的话，我相信他应该是忍不到了的。OK， 我们现在等时机先。OK， 拜。我觉得现在过一段时间了，他应该冲完凉了，我觉得可以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你先拿这个水先，拜。我到。首次合作 ，yes， 所以现在听好了呀，如果你们 follow 我们的 YouTube 还有 IG， 然后我们的 YouTube 就是 Benny 的要到达多少 K 啊？我要到达100K。OK， 他到达100K， 然后我到达200K 的话，我们只会送出两只 G-Shock 手表，还有一个 Nintendo Switch Lite。怎样？爽不爽？爽不爽？爽！爽的话就立刻订阅我们的频道啦。对，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OK， 我们的频道 Benny 冲徐辉，还有我们的 IG。Benny 冲徐辉 ，underscore 梅森当 underscore， 对，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yes， 就这样子，还有他的 YouTube 频道，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只要我们一达到那个了，我达到100K， 他达到200K， 我们就会在 Instagram Story 抽出三位幸运儿，然后就会把这些奖品发送出去，就是抽到了过后，我们会发送到你的家，无论你是台湾、香港还是哪里，只要我们能送得到，我们就送过去，我们亲自送啊，亲自啊，亲自用手送啊，不是驾车到那边的。还有记得不要忘记 follow IG 就是 UNDG_GSHOCK 这个公司，对 ，OK，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太重要了 ，Christopher_Wong， 哇，我们的大老板，我们的大帅哥，我们的 GSHOCK 老板，对，这个，我们的大老板的公司。